哎呀，你放开！我换一下衣服，我不里面穿着打底衣打底裤了吗？一看你这个架势就没结婚吧？哎，我结婚了呀，那你干嘛不在家换好啊？那你老公肯定不爱你。我呀，等一下有个重要的聚会要参加，正好看显示我老公他不让我出门，怕我被人家拐跑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老公也很爱我呀。哎，等会儿，你那个肚子呢？刚那个大肚子去哪了？大肚子啊？在这里啊，你看这个腿也很粗，我今天穿了条高腰A400的裙子全都把它给遮起来了。哇，效果真好。哎，那你看我肚子也挺大的，一会儿有个聚会要去参加，你这个能不能脱下来给我试一下？那我脱给你了，我穿什么呀？这个是没办法脱的。你多少斤？我180斤啊。哎，这样吧，看来雨也下大了，我这里还有条，先借给你试一下。那行，你帮我拿一下手机啊。好，快。既然你穿得这么合身啊，我们两个有缘，谢谢你帮我，我送给你了啊。真的啊，我走了，好大的雨呀。哎呀，哎，我手机啊。